拿不到要讲啊！想要读校外好书，只能每个月等一次行动图书馆。但中仑国小现在可以天天都有好书可读。尊重、爱。全台第110间近思阅读书选启用，让20多年的旧校舍原本的仓库大改造，是堆放一些旧的书。好。 那也因为这次的机缘，我们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，变成了这个近思阅读书轩。教育是我们根本，那一些弱势的家庭，在小时候我们看到了，而自己有感觉，邻居感觉到，所以对于弱势方面。 我是义不容辞的去参与。近思阅读书轩就设在图书室隔壁，让读书空间更宽广。至于原本同学席地而坐的地方，现在也多放了大爱感恩科技的环保塑木桌和坐垫。这个桌子和垫子，有这个会怎么样？让大家很喜欢来这边看书。期待书轩的设置能将慈济人文的出版的好书、好画。 还有志工付出感恩、尊重爱的精神，我们环保爱护地球的理念推广到校园，校园一角飘来书香，也让孩子在明亮舒适的环境沉浸书海，学习人文。大爱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